无瑕透亮，价值上看2000万美金。世界超大钻石排行榜，申丽君报道。Huge 404-carat diamond, which has been found in Angola. 这颗看起来不起眼的钻石原石，直径约7公分，重达80公克，预估身价高达2000万美元，约台币6亿。但经过检测，还有更惊人的发现。D-colored diamonds are far and few between. Type 2A diamonds are even less rare. 纯净无瑕、透亮，极为罕见的高品质，让挖到宝的澳洲矿业公司股价瞬间暴涨30%。Diamonds of this size are very rare. This is the 27th largest diamond in the world after some 150 years of mining. 安哥拉这座矿坑曾挖出超过60颗巨钻，新发现创下当地的最大钻石纪录，但还是无法超越它。这颗1111克拉的钻石在博扎纳共和国发现，是世界上排名第二大的钻石。但说到无敌巨钻，1905年在非洲挖到的3106克拉纪录，至今无人能敌。女王头顶皇冠正前方的巨钻就是从它分割而来。巨大钻石身价非凡，切割雕琢后势必将掀起拍卖热潮。三立新闻陈穗报道。